别。没有，我今天对镜头放电。啊，他不是要拍吗？给他点特写，帅吗？先帅吗？头发呢？其实我们暑假都练得还蛮累的，尤其是重量训练的部分，然后投篮加强的部分都做很多，然后我自己也是有去要求自己，特别在体重控制的这方面有瘦一点，有瘦一点，但还不够，还会再瘦一点。他比较强调他个人动作、个人的运球啊，还有个人的投篮训练比较多，我们这两个礼拜都是做个人训练比较多。跟那个老高开玩笑，我的话是能人之光啊，那不是玩笑吧？这很认真哎，你们在把我的话当玩笑，还不错啊，大家都很好，一群男生相处在一起，融入的非常快，是很正常的。快快快快！也很久没打了，也蛮期待去日本打那些交流赛，跟日本的球队也是不一样的体验，然后也顺便验收一下。这暑假这两三个月的训练，这个成果，我觉得还是主要是对自己要求比较高一点，尤其是在三分线的命中率。上一季打完也做了很多检讨，就是其实起伏蛮大的，一样就是要改善这个问题，去想办法让自己更稳定。你们两队 ，one two three， 好吗？来。